在原来屏东县县长官邸边啊，有一间真有名的港式馄饨大王。屏东区内这港式馄饨大王，你讲是有名的。你家食鲜虾馄饨？伊的特色是每只馄饨吼，拢像个香港人咧卖足大碗呐、啊。麻酱，你麻酱足高个呢？对呀、啊啊，对呀、啊，没有错啊。好，我很远就闻到味道。手工面比较粗一点，那个麻酱才会粘在面条上。鲜虾。鲜虾馄饨，肉馄饨。用港式的，你讲这是港式。我发现前面也较好啊，比较大。啊，这个港式，港式才有大馄饨，温州没有大馄饨。啊，是嘛？我反正是。好，安尼生意真好，啊，我报予你知，多谢收看。